我来找你和江梅无关。我懂，你不想利用江梅，却想利用我，所以你想到了我们的一面之交。或许你还想到自己是一个有几分帅气的男人。看来我来以前的想法错了，对不起，打扰。你来之前怎么想？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来自农村，所以我想，相似的经历，或许可以使我们成为合作者。我还知道，三年前你和我今天一样，没有靠任何人的介绍，就走进了中台。不同的是，你比我的胆子大。三年前的那一天，你直接走进了总裁江云浦的办公室。你想靠这点陈年旧事到我这里交换点什么吗？不是交换，是合作。宋小姐，坐。好。我带你到这个地方喝茶，是想让你对城市生活有更深的认识，这对你很重要。对我的什么很重要？对你不甘心当打工仔，不甘心用这一个小女人过舒服日子的野心。苏小姐这样评价我，真是抬举了我。不过马先生要想成为新疆名人，恐怕还需要好好修炼。是，所以很愿意聆听苏小姐的指教。别着急，马少飞应该快来了。对不起。哎，我都忘了，今天还有一个约会。是我老板的千金？不是。那就告诉对方，今晚很忙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。可是我们只是在喝茶，在聊天，并不忙。重要的不是聊天的内容，而是聊天的人。喂。喂，陆明啊。马少飞，真不够意思。我在这儿为你张罗，你不来，我怎么跟人家说呀？你等一下。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我真的很忙，走不开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你不是和江梅在一起吧？好，那先这样，再见。
马少飞他今天来不了了。没关系，他现在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，他说要赶一篇稿子，不过你别在意，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找个地方。不必了，陆先生，我已经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别客气啊，再说你回去得吃饭的，走吧，走。是不是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啊？你说谁？陆明啊。你认识陆明？不认识，但我知道，我还知道我的老板很不喜欢他，而且他以为他的女儿已经和陆明吹了，和你好上。不过你别紧张，现在和你说话的不是那个和江家理不清扯不断的公关小姐。可是苏曼，我有个预感，我们俩的交往非和江家纠缠不清不可。你们学校条件那么差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苦，在农村上课也是这样的。一个人没有家，又挣不到多少钱。挺好的，每月600块，自己花300，给家里寄300。300元？一个女孩子在江城生活，300元怎么够啊？够了，我住在学校，没什么花钱的地方。林小姐，我可以冒昧的问你一件事吗？你问吧，陆先生，我知道王校长已经把我生父的事情告诉过你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努力去找他呢？因为我害怕。刚来江城时，我也害怕，也别扭。但看到我身边从农村出来的男男女女，有的在江城干了10几年，还是农民工、打工妹，还是和刚来时候一样，不属于这个城市，我就告诫自己，要想彻底告别农村，首先要告别农民工的身份。一个乡下来的黄毛丫头，如何蜕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商界人物？别着急，我会告诉你。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一个可以说出真实感受的。记得我还是淌着鼻涕穿着古巴袄的女娃时，常常会眼巴巴地望着那被高高吊在房梁上的几根蜡烛。来，上车。车坏了，请你们换辆车吧。男朋友，大哥，你别打了，你别打了。
要卸我胳膊卸我腿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他有什么事做错了？我向你赔礼道歉，你别冲动啊！我那只是说说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你。是你先打我的，是你先要卸我胳膊腿的，所以我这是正当防卫。啊！大哥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那天说的不是真话。胡说！你是他男朋友，你是。听见了吗，小姐？是他先抢的我的女朋友，还打了我。大哥，给江梅打电话，把你刚才说的说给他听听，叫他马上过来，快点。家就住在前面，那再见，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款待。不准备请我上去坐坐吗？不配啊，我那儿既不是豪宅，也没有朗拉肉。我知道，你要是什么都有，我也不会请你出来。苏小姐请我，是因为我一无所有。我希望对你来说，认识苏曼和不认识苏曼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怎样的不同？一无所有和我无所不有。大哥，你能不能让这位小姐先回去？她和我们的事儿没有关系的。耍什么花招啊？想让她报警啊？我怎么敢呀？要是报了警，别说是大哥饶不了我，就是江梅，他也不答应啊。还算这小子聪明，拎得清楚，可以放他走。林老师，你先回去吧，今天的事儿你别管。走吧，小姐，你的朋友不好意思让你看见等会儿的好戏。走吧。值一百万吗？李先生，钱的事儿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江梅她拿不出那么多钱的。陆先生，我和我女朋友的事儿和你有关系吗？问你呢，这事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她也是我的朋友。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你说呀，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江小姐说一遍。说，江小姐到底是谁女朋友？快说。江梅，你过去的男朋友可靠不住啊。可我现在的男朋友靠得住。谁是你现在的男朋友？你没有听清楚吗？他姓马，马少飞。没接到邀请我就来了，这是冒昧了。
马先生吧。我的朋友本来就想会会你，正好来了，来给你介绍介绍，江城剑强拳击馆的首席教练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首席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我知道习武的人不会认贼为友，不会无端作恶，更不会把一个没有能力还手的人打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充其量也就跟你一样，是一个痞子无赖下三滥之类的货色。少飞小心啊，揍揍扁他，揍扁他。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我已经给过你跑的机会了，这次是你自己又找回来的，现在该你选择了。私了我可以奉陪到你，公了我可以报警，第三个选择，这件事从此了结。别马先生，别私了了，报警吧，我愿意认罪，我愿意坐牢。马先生，顾全第三，就此了结。我现在给大家通报一件事，钟泰将创造江城楼市的两项记录。第一，亚洲单套别墅价格之最的楼王属于钟泰公司。第二，三天将一套价值上亿的别墅卖出去的销售业绩。好了，下面大家回去安排自己部门的工作吧。杜总和张总，你们俩留一下，有件事情我们要商量。司马，你也留一留。有一件比楼王销售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钟泰将收购上市公司红星。梅梅，你要去干嘛呢？没什么事，我出去转转。你过来。你的外语还学没学？出国的事准备的怎么样？你看你现在这样，以后出去妈妈担心不担心？你们要是不放心，我不出国就是了。哎，出国的事是你要出的，怎么说变就变呢？妹妹，是想到男朋友了，还是陆明？乖，有什么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跟爸爸说。妈，不要在我面前提陆明。红星已经连续几年，他们的每股收益都只是几厘，而且他们的债务和固定资产已经持平，所以红星和他的上级主管对于中泰此次的收购之举是求之不得。恐怕真正的难题是红星1000多职工的安置。中泰啊，还是要拿出1亿5000万来。5000万用作安排他们的职工。主要是买断他们的工龄，还有1亿用作盘活红星的存量资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中泰只用了1亿5000万，就收购了7亿的资产。我们四个人呢，要成立一个小组，专门负责红星的收购事宜。这里我要宣布一条纪律：所有关于红星的事宜，都是中泰的最高机密，因为红星的命运不仅涉及到那1000多名职工，
它还牵涉到广大股民的收益，哪怕有一点点闪失，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的。喂，江小姐，怎么又是这么晚？明天吧，有什么事儿等到明天再说。我只坐半个小时，我想正儿八经的和你谈谈话。好吧，那我听着，你就在电话里说吧。不，少飞，我一定要见面谈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，真的，我是真心真意的。如果有很重要的事儿，就应该叫上陆明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。江小姐，明天吧。我一定要上来，今天不把心里话告诉你，我今晚要失眠。明天吧，江小姐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所以想早点休息。不行，今天真的不行。你就是站在我的门口，我也不能请你进来。你的电话好忙啊，是江梅？那我没有猜错，他找你有事吗？我找你也有事啊。你不要问重不重要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重要的不是谈话的内容，而是谈话的人。你说我和江梅谁重要？江小姐，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呀？这么长时间。你下车吧，我自己回。我没什么，你回吧。要不我送你到要去的地方。不用了，那好吧，你自己回。生气了？我没有误你的事吧？什么事儿？花前月下，或者密室幽会。小妹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男女私情更重要的事儿。好了，再见。林老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别急，别急，有什么事儿你慢慢说。你失眠不行了。你现在哪儿？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对不起，这么晚了我还打扰你。
现在可以为李春妮做些什么？他现在只能输血不换肾，可换肾要20-30万，所以现在只能靠透析维持。可陆先生帮助的钱也已经用完了。今天下午是我的，大夫，陈念，陈念，你怎么了？陈念，陈老师，如果你这时候进去，我想那个伤心的母亲可能会更伤心的。我苦逼的。刚才看到李春妮的离去，让我想起了家里的妹妹。你现在也别想太多了，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很多事儿。我知道，只是我刚才突然想起，离开老家时竟然对妹妹说要给她个光明的世界。你知道吗？我妹妹当初的情况和李春妮很相似，也是得了病，但是没有钱能够及时治疗。我知道，我听陆明说过，你有一个让人特别同情的妹妹，令人同情却令我疼爱的妹妹。光是出生在农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何况你妹妹还是个盲人。我知道我应该给她更多的帮助，可是我拿什么帮助她呀？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妈妈要揭开20多年内心的创伤，要我来江城寻找我的亲生父亲了。林老师，你放心，我发过誓，我一定要在江城站稳脚跟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实实在在的帮助你的妹妹，还有你的学生。马少飞先生要见您，让他等一下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作文的题目是《我的同学》。大家已经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度过了4年，每个同学都会给你留下许许多多的印象。但是今天，我希望大家能写一写李春妮同学。李春妮同学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她只有10岁。她和老师说，她还有很多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。她想好好上学，考大学，将来要落上江城的户口。她还说，他一定要给爸爸妈妈买一个又漂亮又干净的房子。老师，李春妮说过，他爸爸答应等他上4年级的时候，领他上帝王大厦的最高顶上看一看珠江。他还说，长大了以后要当老师，还要把教室里的桌子板凳全都换成新的。老师很高兴你们没有忘记李春妮同学，那就按照你们的记忆写，写她说过的话，她的笑容，她的脸庞，
姐啊，李春妮同学就会永远的和我们在一起，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了。对不起，让马先生久等了。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昨天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可以理解。谁都会把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分成重要和不重要。你已经把更重要的人和事应付完了吗？完了，所以我来了。很好，有时间我会再请马先生去品江城的功夫茶的。我以为宋曼小姐还有比喝功夫茶更重要的事儿。你总是在寻找更重要的事情。是的，因为你说过，你可以让一个穷小子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。而就在昨天，这个穷小子甚至连一辆出租车都叫不起。而当时是深夜，他不能让一个姑娘独自回家。昨天深夜发生了很重要的事。昨天深夜，一个10岁的小女孩死了。因为这次死亡所涉及到的只是区区20万，不过是你的奔驰车2年的养护费。而这个小女孩就因为没有这20万用来换肾，昨天死在了医院。的确，你的确是最重要的，所以，苏小姐，请吩咐吧。你炒过股吗？我连最起码的生活开支都应付不了，哪有心力炒股？可你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搞懂股票交易的细节，并用别人的姓名在证券交易所开一个账户。这不难。然后呢？搞到本金。需要多少本金？越多越好。如果这笔钱是100万，那么一周之后，我们至少有50万的收益。你不会是让我去找这100万吧？这正是我要和马先生商量的事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是拿我开玩笑吧？当然，我也可以找其他人，但是我不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个秘密和这笔收益。谢谢你选择了我。这是10000块钱，你先去证券所开一个股东账户。这要大干啊！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怎么会选择一个穷小子做这笔大生意？他可是一无所有。但你有和江梅的关系。可我只是给江梅帮了一个小忙，而你却实际上掌管着江家的半个家当。这是江梅跟你说的？江梅说的。那她既不了解我和她父亲的真实关系，也不了解我做人的原则。
好兴致啊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你怎么又不开灯？吓了我一跳。是我吓着你了，还是你心里有什么让你自己害怕的东西？你是说我心中有鬼？不敢不敢，我的苏大小姐。要说有鬼也是你，每次都是偷偷的不声不响的走进来，然后又偷偷的不声不响的消失。是啊，静静的坐下来，耐心的等着你，这种感觉真好啊。在这等了你三个小时了。有什么急事吗？那上楼说吧。我真希望这个世界只有这间小屋，只有这张床，只有你。遗憾的是，你的生活中不止这些，你拥有的太多了。你有令人垂涎的财富，你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，还有你，把你的中胎叫做我们的中胎，你的财产叫做我们的钱的女人。至少眼下这个世界，完完全全属于你和我。可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一个你常常不敢开灯、不敢大声说话、不敢久留、更不敢让人知晓的世界。那就让我们俩一起来守住这个属于我们的天地。不是我们，是我一个人为了你守住这个空房，守住这个秘密。可是云浦，我不需要这个秘密。我想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想要这样的秘密。女人要的是名为正娶，是正大光明的享受家庭和爱情。你又来了，你总是要用这种话题来败坏我们的兴致。哎，有什么急事吗？不急，但很重要。是不是又有什么重大活动要请我参加啊？你知道我一直在办出国留学。我知道，你出去后再把陆明接出去，在国外先结婚，再回来和父母商量。我不打算出国了。为什么？那件事，你给我很大的帮助，我想，我也应该报答你，不应该一走了之。江梅，你怎么可以为我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？别老想着那件事儿，那事儿对于我来说真的算不了什么。陆明是我的同学，我很愿意帮你们的忙。没有什么我们，现在和你说话的是我一个人，做出这个决定的也是我一个人。你没和陆明商量？我就是为了不再和他有任何的关系才做出这个决定的。为什么？我爸爸以为我和他分手，和你好了。现在，我希望这是事实。
是幸福。